Why does she look like that? 小宝，再看他最小的时候。你看，这是他最小的时候。You're so much chubby and I look so much. 宝宝，你看这谁？这谁？那谁？那看那个手机，不是这个手机，是谁？你刚刚不是夸自己漂亮吗？啊？你刚刚是不是在夸自己漂亮？哎呀，你看看，多漂亮，是不是？哇，好漂亮！哎呀，宝宝看，宝宝看，宝宝睡觉，宝宝睡觉，宝宝睡觉啊，宝宝睡觉。你呢？你在搞啥呢？你啊，你钓鱼呢？是不是？你是不是钓鱼？把小妹妹钓过来啊！小妹妹快上钩！他现在不理你了，他现在在看他自己小时候，知道吗？他觉得这谁啊？哇，好漂亮啊！什么？你那不行，看我的，来，我给你表演，看我的，看我的，开始啊！啊！哈哈，I do better than you。厉害吧？厉害吧 ？Me do it。厉害吧？过来，过来，快过来！把你的金牌，上次滑冰获得金牌，拿给大家看看，快点， okay. 走。你等等我啊！咱们来看一下小老板的金牌啊！四个月没有见到你了？四个月是不是？ Yeah. 你看咱们十二月份去的洛杉矶，你记得吗 ？Los Angeles。对。那还有圣地亚哥 ，San Diego。Yes，OK，、okay, good。现在中文进步很大啊！来，你的金牌呢？去。I don't know. I lost them. 这荣誉你怎么能丢了呢？快去。这个吗 ？And this is for piano. 我不知道是啥。It's in New York. 在纽约比的赛是吧？ Mm-hmm. 这是第几名呀 ？I don't know.他只发给了你一个这个。If you get accepted to Carnegie Hall, you just get it. 哦 ，OK， 就是叫参与奖。Yeah. 啊、哦，参与奖，有奖就行是吧 ？Yeah. 嗯，这个是在哪比赛的 ？Connecticut. 康州。嗯。Connecticut 是吧？不错，我看看。You can just peel it off right here. OK. I don't like that. OK.这个地方你不喜欢、啊、I had one from last year, 小妹妹 threw it on the ground. 他给你摔坏了吗？我咋不知道呢？我知道我就治他了。你看 ,first place, 2020 Middle Atlantic ST Championships,、冠军啊冠军。This Buffalo. Buffalo, 这什么时候去的？也是去年吗 ?Last month.Last month. 2 months ago, I think in January. Oh, okay, 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听你爸爸说了。I think in December. 这是什么 ？Short track， 这是 silver 短滑是吧 ？Yeah. 短 silver 短这叫什么？短道速滑。Oh, I got this. 第二名。This is from my team. 你的 team Garden State 是新泽西，不错不错。小老板获得多少金牌？哎呀 ，sorry. This is best.This is gymnastics. It doesn't matter. This is handwriting. Handwriting. Uh-huh. 哎呦。Chinese school. 哎呦，你中文写这么好吗？我不信，写一个我看看。This was the worst. This sucked. This was the worst one. I got gold, but it was really small. 这是在哪里呀？Saratoga. 最近表现非常不错哈，四个月没见了。表现这么好，获得了这么多金牌，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跟大海哥哥说？说，说呀！I have nothing to say。我说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礼物，跟我说，我给你买。啊、要不要 ？Chipotle。那这么便宜，快餐有什么好吃的？啊、想一个。要不然麦当劳的鸡块吧。Toy. 可以啊，明天就给你买，好不好 ？Lego set.
乐高算了吧，买个玩具吧。乐高你家里都很多了，你还要乐高？ I have one in the attic. 对呀、啊，你乐高太多了。你说你从小到大有多少乐高了？一屋子都是的， one, 那边都是的。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七个乐高，哎呀，太多了。买个大娃娃好不好？ Okay. 那你啥时候要呢？This weekend. 这礼拜你行吗？你星期六不是去哪个地方？ We go to Flushing. 不是星期六。Sunday. Sunday 是星期天。Yeah, we're gonna go to Flushing. 对啊，星期六你想要什么啊？那算了，那星期天去凡胜再给你买好吧。Okay.哎呀，不错啊，小老板就很优秀啊。今天还跟老板说呢，就是干啥都行，吃饭还是第一名。啥意思知道吗？ I don't like eating. 吃粉丝是第一名，好吧？ Yeah. 太厉害了，给你点个赞啊！走吧，下去找小妹妹玩去。金牌也炫耀过了，你知道你爸爸妈妈送你滑冰要花很多钱吗？你知道吗 ？How much?很多、okay. ，a lot of money、okay. and a lot of time， 是不是 ？Yeah。嗯，你看你前两天就滑冰，你爸爸自己带着你去，他就没工作，你太晃了，那别人看咱们的视频都晕了。OK。这个也是小老板问别人要的签名，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应该是美国一个就是肠道速滑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吧？他是冠军吗？Uh-huh. 真的吗？那很厉害啊，以后好好收着，留作一个纪念，好吧、okay. 对，跟你的奖牌一样。你这么吧，你在这里躺平了，快起来，赶紧去洗澡好不好？没事洗。不洗澡？慢。啊，慢，没人要你的，你的哈。你长大是滑冰还是干啥？他说他宝宝 swim， 宝宝游泳是不是啊？宝宝游泳，嗯，好，真棒啊！那你要不要滑冰呀？宝宝也要。那你要不要滑冰？你这么，你看你这，都不想动了，滑冰还游泳，都洗澡了，洗澡睡觉了，走。不要。啊，不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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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不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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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哦，还要吗？还要。哦，手弄好是吧？好。来，一、二、四、三、一。妈，你口水都出来了，口水都抵着他，哎呀。